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出门在外，几乎没人愿意风餐露宿，因此很多旅馆酒店就成了人们的必要选择。不过赶上下雨天之类的恶劣天气，很多黑心店可能会恶意涨价，尤其是各大景区附近的旅馆。毕竟赶上这种天气的话，很多人都会选择就近住宿，就算再贵也总比无处可去来得好一些。不过小伙伴们知道吗？在意大利一处岛屿上却有这样一家酒店，只要下雨时间超过2小时，客人就不需要付一分钱。下面一起来看看吧。这座岛屿便是坐落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的第三大岛屿厄尔巴岛了。提到这座岛屿，相信很多小伙伴应该还是比较陌生的。虽然如此，但它却可以算得上是意大利必去的打卡地之一。因其宜人的气候条件以及美轮美奂的海岛风景，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前来欣赏度假，尤其是五月份。据了解，当地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，因此出台了一系列的活动计划，其中最受游客喜爱的就是厄瓜多尔不下雨计划。从每年五月份雨季开始，这一活动计划便会启动，如果遇到下雨的天气，便可以免费入住活动相关的酒店。其中有一家大型的酒店更是被人们称作最亏本的酒店，只要下雨超过2个小时，不仅住宿费全免，甚至连酒店内部其他服务项目的费用也会被取消。也正是因此，每到五月份都会有大量游客前来。不同于其他景点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抱着求雨的心态来到此地的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大家有没有兴趣来这里看看呢？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。欢迎大家点赞评论，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